今天给大家普及纯实木地板的产地名称，防止大家上当受骗。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地板五花八门，五颜六色，那么我们进行一一的学习。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北美黑胡桃纯实木，第二款呢是缅甸的香花梨，它属于红木类。第三款呢是我们的一个玉檀香维纳木绿檀。第四款是我们的非洲花梨木，也叫亚花梨。第五款是鸡翅木，可以看一下。第六款是紫檀重移木。第七款也是紫檀重移木。第八款呢就是红檀香。并不是所有的纯实木地板都是好地板，我们在选择实木地板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定的认知。那么我们的纯实木地板到底怎么样，取决于我们家的